带果师傅出来溜一下。这么大个院子，他可开心了。果果，过来，干啥呀？这个湖边有一个房子，空置有很多年了。这里有很多骑友留下来的签名。上杰说他有点头晕，这个椅子这样子好像正好。我们本来打算想在那个湖里面打水的，后面来了几个工作人员，他跟我们说可以到这个小溪这里打水，这个小溪里面干净一点，因为这个是流动的水。本来从上面的话可能有泥沙，那一段还有点浑浊，到这个下面来它那些沙子就净化掉了，这个水就很清澈了。等下我们到那个下面去打水，那个湖里面的水有很多那种浮的那种东西漂浮在那个水中间，确实没那么干净。郑州过来的大哥，经常看我们视频的兄弟他要去新疆，已经到了30的营房了，又返回来300多公里，给我们送了这么多吃的。这里是大盘鸡，哇塞，这个分量好足啊！西红柿、青椒、土豆，还有水果，因为担心我们买不到物资嘛。太感谢了。你们那边这样说吗？嗯，全国通用的。嗯，这红油还可以，真好吃，这味道还蛮正宗的。那会儿正发愁呢，我晚上吃什么？卖菜上有什么？我进去没什么菜，高冷不冷的没什么菜，但是有什么？有各种各样火锅，反正这样的乱七八糟东西好多好多。没什么新鲜菜一点啊？这新鲜菜太少了，慢慢卖不掉，然后放着就坏掉了。对。这是我们出来第
订一次吃鸡呢，是吧？真的第一次吃鸡，我从来没有做过鸡肉。你们这边鸡肉好贵啊！上次在哪里啊？你买的五花肉多少钱？五花肉27、28我都买过，还是冻的。就是那天你吃的。那天啊。嗯。就是在那个多马乡，对，多马乡。天气好差呀，不仅很冷，现在还下雨了。这个雨越下越大，没有一点要散开的趋势，这个云。所以明天能不能走还是个问题啊。漏水了，这个房子。现在外面还在下着雨，今天下午就开始下雨了，大概4点钟左右，一直到现在快9点钟了，还在下，而且越下越大，然后这个乌云越来越厚。嗯，我们从下午的时候就一点蓝天都看不着。因为昨天太累了，今天就在这里休息了一天，然后挺感动的。我们那个自驾的大哥，他已经开到30里营房了，离这里310公里左右。然后他也挺累的，开车在30里营房休息了一天。我们之前认识的，在路上休息了一天之后，听到我们在这里休息，有点累，他就从30里营房。点了一个大盘鸡打包，然后给我们带回来了，又开了300多公里回来的。这个地方海拔一直都是5000多呀。嗯，他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，就是人也挺那个的，也挺有那种高反啊什么的，不怎么舒服，但是还是这样子折返过来给我们送吃的，太感动了。不光是大盘鸡，还给我们带了一点水果、菜呀、水果呀，还买了一板鸡蛋。嗯，哦，水呀、这些，都是我们比较缺的，比较缺珍贵的东西，在这个地方。嗯，因为过了松溪村之后，你除了这种检查站，然后或者一些零零星星的那种，牧民啊或者什么的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那种集镇了，就是说你很难买到东西了。就真的我们挺需要的这东西，而且他这份心意，主要是这份心意雪中送炭，真的。对啊，他其实如果再往前面走个300多公里他就到叶城了。嗯，但是他选择往回走了300多公里到我们这里来。现在他在外面睡在车里面嘛，嗯，他带了睡袋啊这些什么的，我把我的睡袋让了一个给他，因为我怕他的睡袋可能薄了，扛不住。嗯，因为这几天降温很厉害嘛。对，所以我把我的睡袋给了他一个，现在我还有一个睡袋。然后我从那边的床上找了一床这种稍微干净一点的被子吧，反正我也不嫌弃了，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很干净，这么多天没洗澡。就这样子铺在我的睡袋上面，这样子的话我也不会冷。嗯，上节的话就两个睡袋。对，我们一共有4个睡袋嘛，这样的话我睡得也安稳一点，因为别人这样子送东西过来，等一下万一因为我们感冒了，那感冒了的话，对啊，那吃东西吃着他给的东西，然后他感冒了，那怎么着都不太对劲了，这个感觉过意不去。对啊，反正接下来的话就靠着这些补给，我们应该是没有问题了，可以撑过去了，可以撑过去了。嗯，而且现在的那个就是明天不知道能不能走啊，因为这种海拔如果冒着这种雨感冒的话，估计就得直接叫救护车了。嗯，海拔太高了，这个雨好就是没有要停的那种感觉。对，越是小的这种雨它其实下的就越久嘛，我们这里一出发可能就要骑它5、6个小时随便都，像那种薄薄的雨衣的话其实效果也不是那么的好，雨根本就没用的。对啊，还不如我这个冲锋衣外壳，没什么用，它东西也打湿什么的。嗯，如果下雨的话明天就
不能走啊，我是希望明天可以走的，因为在这里耗这个时间也挺焦急的，因为多耗一天也就要多吃一天的东西，对，买不到补给，嗯，本来补给就少，我们还是希望尽量明天不要下雨吧，但是我听着这个屋顶的声音是越来越大了，噼啪啦的这个雨，对啊，嗯，反正就这样吧，他要下雨的话我也没办法，嗯，他不下雨我就出发反正我也决定不了，就不多想这些东西吧，我们今天就好好的睡一觉，不管明天怎么样都是美好的一天啊，那我们明天见吧，拜拜。拜拜。